想听到别人叫你暖男还是高冷？高冷男吧。为什么？嗯，因为暖男好像很常听到暖男，对。可是大家都叫你暖男。对啊，所以人有时候就是想要不一样的。专辑外面是不是也写暖男方？有写吗？Hello， 安安大明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炯斌，刚刚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Be in Love》。觉得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最好看？最好看啊，鼻子吧。用鼻子做出最有自信的动作，最近哦。这很难吧？你说如果他做动作的话，啊，这样子啊，这是李小龙的。用三个形容自己的个性。乐观，然后闷骚。我看也对啦，因为我要说是 外冷内热，所以他用闷骚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善良，可以吗？可以啊。这样讲很奇怪的，可是快问快答我又想，这好了，随便。想听到别人叫你暖男还是高冷？高冷男吧。为什么？因为暖男好像很常听到暖男，对，可是大家都叫你暖男。对啊，所以人有时候就是想要不一样的。专辑外面是不是也写暖男？有写吗？是下面，我刚刚有发现这，我没有，是在那个贴纸上面吗？高冷男吧。即兴演唱两句抒情歌以外的歌，这 OK 吗？尬掐。最近来尬车，最近来尬车，不管你警察地点，不管你拍无礼貌，只要我眼睛水泪，无人会当甲我尬这个，我上紧上怕，上紧上怕上大。就是以前会买花放在后车厢啊，然后就跟他说有东西要拿，然后请他去拿，这样他可能就看到啊有花这样，对，就他说。他已经有发现了，就被破功的意思，对，对啊，想说哎，想要就是给他一个浪漫感人的结果，破功。演艺圈的理想型，您的好友阿斌已下线，已经不快问快答了，对，已经，那就。随便找个好朋友 来说一下小甜甜哦。为什么会选小甜？就他很开朗，很乐观啊，然后很，我就喜欢活泼的女生，就是因为我比较安静嘛。对吃的东西会比较有洁癖，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些烤焦的东西，但我自己不吃啦，有时候身边的朋友点了一些烤焦的东西，我会不让他们吃，然后有时候一些很好的朋友他硬要吃。然后 有一次我就把他的东西就是丢到地上，因为一块煎饼我就把它丢在地上，再拿回来他就不能吃了。对，我就浪费一点食物好过，就是伤害朋友的身体。人世间很多友情啊、亲情啊、爱情，那我们都活在爱里面，所以就才会感受很多的爱，然后才会写了这么多的歌曲，所以就叫 Be in Love。 很多时候在感情上很多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状况，有时候你要跟对方表达一些想法或有一些话，其实很难用语言去说出来。那很多时候歌曲是可以帮助你们去帮你表达有一些说不出口的一些情感。暧昧中就听那个你浓我浓，因为这首歌就是说，哎，我们要勇敢表达，要不要就是一直在僵持这样。如果是暧昧，然后这个歌送给他听，他就知道。对你的心意，谢谢大家，就是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对我的音乐的喜爱，然后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很多的前进的能量，然后也很开心，就是一路上可以有你们的陪伴，然后也跟你们分享我的音乐，谢谢你们。听说今天还有准备礼物要送给粉丝，对，这个是一个有三个口红，唇蜜。然后对，要送给大家，怎么送呢？就是要问大家一些问题。唇蜜是很浓的东西，所以我问大家一个，就是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你浓我浓，请问你浓我浓在专辑里面的曲序是排在第几首，请作答，然后参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很浓的唇蜜。
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陪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犯了这点痛我还能忍。